智慧动能啊，自行车呢是一个全球的趋势，又环保又健康又聪明啊，我们就叫 smart mode， 它随着这个你的需求，可以按一个 smart mode， 你就可以随着不同地形去骑车。那最主要是带给大众这个非常健康、非常快乐哦。那我们这次全球其实，在欧美已经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潮流。那台湾呢，我们去年在台中开个店，到今年到北部跟台南来开店。那我们希望多一点消费者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智慧动能自行车。那这智慧动能自行车，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刚刚讲的哦，又环保、又成本又低、又安全。那对每一个消费者来讲，都是一大的福音。那尤其在台南更适合，因为台南是个古都。那我们如果在台南市区呢，骑个这个电动脚踏车呢，是很健康、快乐又慢活，所以非常一个好的一个交通工具。我们也希望说，台南的这些消费者呢，我们的大众能喜欢我们的这个脚踏车。那我想，我们的脚踏车这样全球推动下来，在欧美、日本、台湾都很受欢迎，尤其在日本现在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牌。那我想，这也就是我们目前在推动。那我想，这样的一个潮流，未来在台湾也会变成一个主流市场。铃木其实除了结合一般骑脚踏车用的一些表头之外，其他整个 e-bike 的一些电控讯息都在平台上。其实是在电动车的上面的发展的这个潮流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就进入这个，那加上我们本身又做电池又做充电器，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专长。那加上我们的这个脚踏车呢又是机构，我们的键盘也是机构，所以加上 IT 跟脚踏车的工艺，台湾的脚踏车工艺结合在一起，我们挖掘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子。那因为我们做帮人家做代工一段时间的，我们从公司创业已经做了20年，那我们就要创造自己的品牌，或长期的这个转型，所以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热情，也是我们的希望。